来自大天使耶洛因信息，关于唤醒内在的创造者。通灵，阿希尔托克萨。问候，你好。我们是爱的大天使耶洛因 Elohim。在整个时间和你个人的人类经验中，你见证并学习了人类形态的光谱。你在这个特定的转世中生活过的许多经历、许多情感、许多思想、许多关系、挑战和美好的经历，所有这些都为体验生活提供了完美的平衡。每一个进入人类形态的灵魂都会学习专门为这一生而设的特定课程。在每一生中，透过每一次经历，当每个灵魂都在学习时，人类作为一个集体也在学习。因此，你的经验有助于集体的学习。虽然，有时人类面临的挑战似乎正在扩大，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浮出水面，需要学习和完成。许多经历尚未完成，许多世代所拥有的经验尚未实现。你在此时此刻进入的意识扩展状态，是你实现认识的机会，并透过这些认识来服务你的生活、你的灵魂之旅和人类的进化。这些认识有时可能会像对一个微小的、微不足道的本质的洞察一样出现，有时它们可能会改变生活，改变你思考、感受和行为的方式。当你的认识出现时，当你的阵营发生变化时，你的所有部分都会改变。你在你的头脑、你的心、你的身体、你的能量体中所持有的频率会改变。频率本身就是将个体彼此连接起来的共振。你所感知的吸引力、磁力，确实是你共鸣的匹配点或连接点。有时，不完整的课程将作为这种共鸣因素，将您与有重要且相似学习经验的个人联系起来完成学习。人的大脑会有意识地避免不适，避免挑战你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经历，避免你似乎无法掌控的方面，避免你基于过去经历而恐惧的生活方面，避免似乎是你对生活应该如何发展的渴望和要求的生活方面。然而，这个现实所能提供的远不只是满足你当下的愿望和需求。生活经历将带来重要的教训。有些课程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度，无论是与自己或他人相关。当你在自己内部更加一致时，当你学习扩展你的能量身体以与地球本身牢固连接，并扩展你的意识以与更高领域连接时，你可以以极大的优雅来观察和接收这些强度。这个能量流将支持你的调整，支持你在当下的沉默时刻找到自己的能力。而此时此刻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将帮助你学习重要的教训和认识。进入爱的状态，进入和平的状态。在这一刻，请见证你自己，你的想法、你的情感、情绪、你对自己的投射、你对自己描述的方式、你创造自己视角的方式、你所持有的形象，一个真正由你生活的各个层面建立起来的形象。过去未经处理的因素，那些支持你成长的人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，社会的条件，上一代人的条件以及你生活过的许多生世，所有这些为自己的形象做出贡献。暂时，随着这个空间的能量上升，让你自己的形象被软化、扩展，直到你能够释放你所持有的自己的形象。当身份感开始消失时，你会成为谁？当你在这一刻开始超越时空而仅仅存在时，你会成为谁？每一次呼吸都有助于生命的延续，这一刻提供了您可能需要的一切。在这一刻，你被抓住了，
在这一刻你是完整的，这一刻你被爱着，在这一刻现实的投射，存在的投射到你身上就是纯粹的爱。在这个投影领域，你确实是完美的，带着你所经历过的一切，带着你在学习中尚未完成的一切，考虑到你的思想、情感和身体各方面的失调，你确实是完美的。在这一刻，定义你需要成为谁，你将成为谁的所有面向都被释放，这样你就可以在此时此刻的所有扩展状态中成为你自己。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纯粹的存在。创造的种子就在你的内心。由于你们是以人类形式代表的人类集体，因此你们体内携带着造物主的种子作为意识。随着你的意识扩展，你将开始意识到这种被赋予和天赋的力量本质上是你的，本质上就在这个人类形态中。持续的调整、意识、进化和成长之旅，将支持你内在这颗种子的赋权。你将开始意识到并理解你所寻求的外在力量一直就在你的内心。你内在的这种觉醒力量自然会挑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，你看待他人的方式，你看待现实和生活的方式。因此，你内在的觉醒力量将成为你持续进化和扩张的催化剂。我们此时此刻的存在，只是为你们的持续调整和扩展，你们的觉醒和赋权提供支持的时刻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服务、协助和支持你们的生活和周围人的生活，以及正在觉醒的人类的生活。这些将要交付的能量调整是我们给你的无条件的礼物，这样你就可以开始感受到你内在的力量，以及准备通过你进入你的生活和许多其他人的生活的可能性和潜力。感谢你聆听我们的话语。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积极的调整。调整工作完成。耶洛因说，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这份礼物，感谢你们存在的持续进化，感谢人类作为一个意识集体的持续进化。愿您所经历的转变支持您的生活，让您发现自己比以前拥有更大的潜力和可能性。愿你的转变成为集体进化的关键。感谢您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至此传输完毕。来自爱的大天使耶洛因的祝福。We are Elohim. 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
you.